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僧传的传记。那么书信呢讲回广的传记。背起回广，他呢住在洛阳，而且呢他曾经呢给华严经、涅槃经、师地经等做著述。那么他写的著述呢能把诠释的法义呢完全诠释出来。诠释的法义就是说，方便说的叫做诠，真实说的叫做释。那么有一天他生病了，兼田中来应接。在这个时候呢，回光就是说，我平生所愿是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呢田中的经像呢就完全隐没了。后来呢西方净土化佛充满了虚空，这个时候回光又说，未远佛舍守我，满足我的本愿，弹指间呢就圆寂了。这就是回光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呢就讲道聘的传记，也就是说背起道聘山东平恩镇。那么到了12岁的时候呢他就出家了，而且呢观通佛菩萨的经论，各处降息他都去参访求学，对佛法深深的毅力呢日益了当，而且呢佛法的造诣也越加精深。那么他呢在召为两地之间弘扬佛法，讲涅槃经、华严经等各种经论。他呢不在文字上寻求，在讲解的时候呢对于经论呢都能透彻地把握住要点，而且呢平常呢他复会双修的，不但修会还修复。那么他自己呢偏袒右见，持教气势来养活自己的，而且呢日常当众啊做的三法发愿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田报10年3月17号在邺城西南包山寺圆寂了，当时72岁。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呢，屋里面遍满佛光，而且呢有地相呢充满了庭院。这就是道聘的传记。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回命的传记，也就是说贝州回命，他是台原金阳人，出家之后呢专门行持方登禅，还有呢就是普贤忏等等，也就是说他出家之后呢专门修禅慧的法门。那么他曾经呢译者恩光、现路两位禅师，后来呢游离岛先成善，期限呢有一位道士叫孟寿，他想归入佛教，并且呢把自己住的道观呢改建成寺院。登岛回民快要到山上的时候呢，道士孟寿恍然自见啊，好像在梦里面见到当地的圣妻严密地设围在道观旁边。那么他一脚信赖回民呢，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道观呢设为寺院，并且呢改名为三光寺，供养陈氏回民法师。自从回民来到三光寺之后呢，很多学子啊运聚而来跟随他求学，不久他就告辞返回故里。那么当时呢有位法音禅师跟他呢很要好，他们呢同时到长沙果园寺仁禅寺那里学禅定。那么学成后呢一起呢回到县城，在县城呢又住了5年。回民和法音知道自己哪一天走，收纳寿在松树林下对视而笑地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鸣钟吧。当时呢旁边的摄者听到还没有领会话里的意思，不满10天两个人同时生病了。那么到了田和善念11月5号，回民呢断肾加趺坐，
而且呢面向西方念佛，大家都见到佛来应接，当时呢他合掌，这样就圆寂了。那么在中人里面呢，有的梦到天人从空中降下来，床幡的光明呢超过了太阳，又有听到有人在屋里唱善哉，当时呢听到问到各种妙乐奇象。发音在这个月17号也坐在同一个地方念佛就走了，而且呢出现的瑞相也是完全一样的，当时他们都是呢38岁往生的。因此呢就在树下用砖砌成分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谭燕的传记，也就是说隋朝谭燕，他呢是亳州商泉人，在16岁的时候呢出嫁了，而且呢到各地江西当中去禅学，对佛法呢有深深的了悟，而且呢曾经写涅槃经的大书，写完了后呢卷轴一针叶都放光，而且呢佛塔当中的舍利也放出奇异光明，卑微宰相宇文台为他在京城的西边呢建立寺院，成为云举寺。那么到了卑州监德年间，授予申通的治位，申通的治位呢就是说统理全国僧侣的事务。到了隋朝开皇初年，奉皇帝的诏令主持呢严兴寺，开皇8年8月13号圆寂了，当时就是73岁。谭燕法师平时呢很是以西方经度为正观，不论是沉默还是说话，他的心里面的观相呢不会移动的，就像处在深深的禅定当中，也就是说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心里的观相呢也不会移动，常常呢处在深深的禅定当中。他圆寂前呢留下一嘱说，舍身的骨肉都不是给禽兽吃。当他圆寂的时候呢，寺院旁边呢有一位扔金豹，说是见到空中床幡豹盖排列在谭燕前面，排成2行，从严兴寺一直到善的西面。这就是谭燕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道玉的传记，也就是说隋朝道玉，不知道他的住处。他呢住在开觉寺念阿弥陀佛，曾经呢遭赞叹佛像只有3寸长，后来呢他在定当中见佛，对他说，你找我的香怎么怎么小呢？当时道玉说，性大就大，性小就小。那么说完呢就见到佛身呢遍满虚空，佛告诉他说，你起细欲，明心出来时我来接你。道士果然见到佛来应接，而且呢屋子里呢充满了光明，就这样圆寂了。当时是开皇8年。下面呢我们就讲智顺的传记，也就是说隋朝智顺，不明他的住处。那么他呢到庐山后呢随学慧远大师修持经业，到了大业初年，他讲完观经后呢先有病，当时呢见到金兔的阴物空雀发出微妙的音声，念佛念法念圣，他告诉弟子说，我今天往生了，就这样很自在坐化而去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智义的传记，也就是说隋朝智义，这个智义呢就是我们大家很熟的智者大师，他就是银川人，母亲怀孕的时候呢梦到五彩燕云萦绕在怀抱里面，等到他单身的时候呢整个房间光明东燃，生下来呢眼睛有双重瞳孔，他呢
躺下来的时候呢，一定是合掌的；坐的时候呢，一定是面向西方的。稍微大了一点，见到佛像就礼拜；遇到僧人呢，就敬礼。到18岁，以向州固原寺的法虚寺出家，读诵《法华经》，而且呢，他精通律藏。那么他老人家性情呢，喜爱禅定，所以呢，就到广州大苏山禅理会师禅师。会师禅师一见到就说：“往日灵山会上，我们一同听《法华经》，那么由于书院的牵引，你又来了。”就给他呢指示普贤道场，为他呢宣说是安乐心。智义大师在山上修法华三昧，才经过3个晚上，送到药王拼四真进京，四名真法供养如来时候呢，身心豁然，入了极致的定，照料法华宣义，同达一切诸法的思想。到了陈朝光大院念，最初到了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住在瓦官寺。在这个期间呢，开创弘扬禅法。到了大监7年，又去了宁海天台山，在天台被封上结毛居住。不久呢，又奉皇帝的诏命到了金陵。陈朝灭亡后，就去了庐山，又周游在荆州扬州一带。那么到了隋朝开皇14年，回到天台，前后呢造寺院36所，佛像呢80万尊，亲自度人出家14000位，又埋了很多地方做防身寺。朝廷呢下命令严禁捕猎，所以呢当时道德若干，龙田尊敬，出家在家都受大师的教化。在这个时候呢，就大大的弘扬了佛陀的教法。当时呢，隋炀帝还没有做皇帝，叫金王杨广。那么由于金王一直大师受菩萨戒，尊敬的称呼大师呢为智者，以后呢就成为智者大师。那么智者大师在化缘一毕的时候，来到山洞的石城寺，对弟子们就说：“我要在这里鸣钟。”他叫人靠着东面的墙壁安放他的窗，然后呢面向西方，面向西方，专心念阿弥陀佛名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以及观音圣号，又让大家呢堕然降惑。那么在念完无量寿经和观经后呢，智者大师赞叹地说：“48愿庄严净土，化持宝书，以往无任。”意思呢就是说，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以无量功德庄严了西方极乐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化持宝书很容易往生，却没有人去。老人家又说：“货车享仙，一年盖回者，尚得王神，狂借回熏秀，身心倒立，功不唐卷。”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连地狱罪人，临终地狱的烈火都掀出来。在这个时候啊，如果一念深深的忏悔盖过，还能王神，何况平时熏秀戒定慧啊？以心持僧道的共力，绝对没有虚气，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老人家在这个时候讲了这样的一种教言，弟子就亲问：“不知大师怎如什么过位，在此临终伺候身在何处？”智者大师说：“我不但临终必定可以得到六根清净，因为我顺机利刃，只得到五品位，就是原教的惯性及佛的过位。啊，我的诸位师友啊，现在随观音世子来迎接我呢。”那么说完断坐，就像如那三昧一样，当时呢就是67岁。
当时呢，天香寺有位圣人叫做回眼，听说这个大师已经圆寂了，很感慨悲雷不已。他想知道大师的圣处，就写《法华经》，求冥冥中得个指示。那么夜晚梦见大师跟随观音菩萨从西方来了，看着他说：“你的疫情消除了吗？”此外，这个大师一生呢有很多很多灵异，大概都是如此。这一章我们就讲了智者大师的传记，接下来讲回程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回程。他是湖南溧阳人，最初呢是在释竹寺学习佛法，后来呢听说烂约慧师禅师弘扬佛法很盛，就去义治，他开园坐禅，同校大旦。那么南岳大师让他修方等、观音、法华、不周等种种善昧，乃消除王羲书业的罪障。他修了三年，就得到皆终身愿的善昧。那么后来呢，他在荆州自降创立寺院居住，平时呢就诵弥陀经，修西方观。而且呢，他老人家呢30年当中呢常坐不卧，每当入定常常见到金兔的年台报数。那么有一天呢，他对门人说：“你们快砌好大殿的台阶，我要讲涅槃经。”等工程完毕了，他就开始讲经，遇上智者大师从玉泉来，他们都是呢回师禅师的徒弟，两个人谈论佛法的深深妙理，谈的时间很长很长，谈完了他就圆寂了。这一天晚上，有人梦见回程大师坐在莲花台上，阴阴的向西方而去。哎，这就是回程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回命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回民，他是天泰先承认，他去参访南岳慧师禅师，听慧师禅师讲述善观，就深深了悟善观玄妙不可思议的法，从此呢就得到无碍辩才，讲经说法呢犹如平泻一般。那么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教诫门人要精修敬业，大家忽然见到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来应接，回民就随佛去西方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回海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回海。他是清河务城人，很小就开始学习佛法，而且呢一直夜读光国寺的宗法寺学习，听讲涅槃经、楞伽经，听完一遍就能完全复述，他的智慧辩才啊远远超过常人，所以当时的学生呢都很推崇敬佩他。到了北周大象二年，来到桃浦秀珍寺院庄严佛寺，他曾经呢以往生西方作为决定的志愿，而且呢他用心进程，得到的感应很多很多。那么有一次呢，忽然又一位七州圣叫做道全，带着阿弥陀佛的画像来了，这幅佛像画得精妙绝伦，他说是印度基督末世的梧桐菩萨从空中飞到极乐世界化完之后带来的。当时啊，回海看了佛像，就感觉非常相应，所以呢，他虔诚的历尽，见到佛像上有圣光照耀。后来呢，他恳切勤苦的画这幅佛像，发愿呢，一定要往生阿弥陀佛的国土，终身念念不忘。到了水草大业无年无月，他生病了，对弟子说：“我要往生了。”然后呢伸出5个寿字表示他往生的日期，
过了五天的晚上，忽然间他坐起来，面向西方，拜佛完毕，斋戒家趺坐，到早上就去世了，当时就是69岁。那么这位慧海从小就清苦静静，到老年的时候呢更加清苦静静，平时呢他以仁慈之心对待人们，对后进都鼓励全进的，所以呢他走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悲伤的。当时呢以香化供养，不是金银财宝的人不可计数的，这就是慧海的传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智通的传记，也就是说穗草智通，他呢是河东义士人，他生下来就特别喜欢修道，他呢立志要出家，那么父母呢认为他病服不犯，也就答应了。到10岁后就剃度，他呢诚实四藏，备下前序，严禁的受持戒律，从赵道湾不断的逢诵佛法问句，而且呢诵持各种经当中赞叹佛陀重要的偈子3000多诵。后来呢他一直军旅寺研法寺学习佛法，建立了古老寺，以平等心呢赡养老人，有时候呢也给人传戒说法，总而言之各种善行都修的。到了大约7年10月，他生病了，教侍者念阿弥陀佛名号，回想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后来呢他睁开眼睛看很长时间，眼睛不动，好像见到什么，说是不可思议。当时旁边的侍者叫丁盖的，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我见到宝窗莲华化盖塔庙居住壮艳。到了初夜又说为什么夜里还燃这么大的灯烛啊，他就把灯熄灭了。不一会儿又说光明怎么越来越大呢，这个时候呢丁改对他说这是师父的镜像，不要感觉奇怪。这样呢他就合掌一直到天亮，然后说我生金兔了，这样就走了。当他走的时候呢地动山摇，连窗户都睁开了。当时呢同寺院的圣人道辉正在做梦，梦见西边山地上有好多楼阁宫殿从虚空中飞去。哎，这是智通的传记。那么接下来讲增慧的传记，也就是说穗草增慧，他是儋州河北人，他呢很年轻就严理世间轮回，到了20岁到大通寺清律寺那里出家，受居住戒，受圆满的比丘戒，然后呢四处游学，他的道业呢日益进步。后来呢在布袋，也就是说今天山西雍济县收善的麻古建立了房屋，住了18年。他设了4组宝窗供奉西方善神，每次断身正念，一座宝香作冠。到了隋朝任守四念，受人召亲住在西安寺，他仍很节俭，很清静，什么事不当现不居告，常常一个人带走，很喜欢清静。然后呢是坐禅立拜忏悔，日日夜夜精勤苦心的。到了大业11年4月就得了病，但是呢他的神色完全呢跟平常一样，他说我要生金兔了，我已经见到莲花在等我，又听到有非常奇异的一种众生穿得很幽怨，充满了异象，他就安然的往生了。那么这就是增慧的传记。接下来就讲法智的传记，也就是说穗草法智，不明他的住处，他是
同年就出嫁了，而且呢各处将息都去参与，凡是有讲佛法的地方他都很留心。到他晚年的时候啊，听到说自戒了当的法门不如念佛，他就对人说，我听经上说犯一个恶作罪就要一个重戒守地狱窟，是否我很相信。又听到经上说一乘阿弥陀佛就灭80亿劫生死重罪，我不怎么相信。当时呢有明白的人告诉他，你是大邪见，这两句都是佛说的，怎么能不信呢？于是呢他就在国清寺的斗衰台日日夜夜啊精勤念佛，感得观音世子两大菩萨现身。还有有一天呢，感得天官宝瓶当中的光明呢映照他的身体上面。有一天呢，他辞别出家斋驾的相师说，我马上要升西方，怎么来给我送别呢？大家约定3天后一起吃饭送别。那么吃完饭了以后呢，有的人就待在房间里等他走。到了中夜，法师坐在床上念佛安然作画，当时呢有金光从西方照来，照亮了方圆几百里，连江上渔船上的人啊都认为天已经亮了。而实际上呢过了很久很久天才亮，这才真命法师是往生了。那么下面就讲法系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法系啊，不知他的处处。他到处呢参访三智士，很努力的学习佛法，从来呢不疲厌的。到他60岁的时候呢，才在大苏山遇到智者大师，遇到智者大师，在译文发印的时候呢，就顿时获得深深证悟，于是呢专一的修持忏悔，曾经呢修过方等三昧。那么有一天呢，忽然一只夜鸡来说命，有个圣人呵斥的说，法师要生净土，怎么偿你的命呢？后来呢他在病当中发愿，以一圣的信业回向净土，支撑的念佛，就见到佛菩萨圣中来应接，端坐化去。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讲收弘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收弘他是汾阳人，他日常呢非常精进的念佛求生西方。在他快走的时候呢，有斗衰天童子下来迎接。当时呢收弘说，我心里希求的是往生西方，不生天上，这样就叫大众念佛，忽然说佛从西方来了，说完呢就作画了。大家需要知道，在净土传记里有好几位都是呢临终见到天人来迎接，但是呢他们求生西方的志愿很坚固，所以呢不愿升天，这样呢天人基因的境界呢就消失，专程现前西方极乐世界的身中来迎接。这都得力于求生西方的志愿非常坚固，如果志愿不坚固，在天人来接应的时候，只要跟着去就升天了。那么接下来讲两位沙弥的传记，也就是说睡草汶州有两名沙弥，不知是哪里人，他们呢共同立志念佛求生西方，经过5年年长的那一位首先往生净土，见到佛就问，有个小沙弥跟我一同修心，他能往生吗？佛说，由于他劝导你，你才发心念佛求生净土，你现在可以回去更精进的修净业，3年之后你跟他一起来。到了这一天，两位沙弥都见到佛和圣宗从西方来了，大地震动，虚空当中呢天化飘雾，两个人呢
同室做画廊。这就是梁伟上面的传记。那么接下来就讲三奏的传记，也就是说唐朝三奏是殷纣任，他呢少年时候就已经出家，非常聪明敏锐的，而且呢领悟力呢很强很强。他多次呢参与讲法法会，尤其呢擅长涅槃经，曾经呢多次呢吹拂将近的作著。到了隋朝初年，他到北方一直回元大寺，住在这个金义金银寺。那么古代呢有两位回元大寺，大家需要清楚，一个是前回院，还有一个呢就是后回院。前回院就是金朝金徒众的处住，而后回院是隋朝金银寺的大德，他呢医治的就是后回院。回元大寺失事了以后呢，皇帝赐灵善周在金银寺做涅槃宗助，意思呢就是说研究涅槃经大众的道士。到了大业年间，朝廷广宣有德的圣人善周也应宣在内，他呢屡次开讲席讲法，但是呢自己呢常常潜修静业，别人不知道，因为他得了凤鼻，嘴巴呢歪了，后来呢忽然病好了，就跟平常一样。当时三周说，我的病既然好了，一定就是寿命尽了。到了唐朝戊德三年三月，他病情加重了，对门人说，我一生正信，心心念念都在佛上，我不担心生不了净土。他就让门人把物件呢打扫干干净净，然后呢烧香，庄重的等待佛来接应。然后呢他坐起身来，两手合掌，对侍者说，快安置告坐，师尊来了，三周现在忏悔惭愧。这样过了很久，他呢又很快躺下来说，刚才佛来了，你们见了吗？我要走了。说完呢就往生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道界法师的传记，也就是说唐朝道界法师，他是河东安邑人，少年时候就有出世的志向。到了隋朝开皇十一年，快成年时候以印法师剃度出家，守居住戒，接着呢去钦州贺济伦师那里听讲陈思论。贺济伦师圆寂后呢，他就到处奏诱，到处去求佛法，而且呢学完之后呢屡次开讲席讲法。那么时间久了呢，他自己忽然释为，光是嘴巴上讲，心上的路还很迷茫，至于开智慧没有得丁是发不起的，于是呢就停止讲法，去麻古义智正慧禅师学大作，深入圆寂。正慧禅师旃檀他就是一根者。那么道界呢为人少于智助，言语很少，他堪淡财物，因事也相当的简单，平常似苦似乐丝毫不挂在心上。那么晚年作其言慎著，到了贞观元年7月28号在山上圆寂了，当时就是55岁。那么起初有一位上圈凡错，是前奏的非教僧，也就是说北周武帝灭佛时候北坡幻术的一个圣人，虽然他已经幻术做了句子，但是呢常常参与法会，道界很器重他。这位凡错居士是先走的，他的两个女儿同时呢梦到父亲从虚空当中出来说，我往生极乐净土了，知道道界师要走，我特意来接他，这样就往七言善的方向
走去。那么这一天呢，刀姬刚好胜利，停止降暴。临终的时候呢，见到樊稂站在空中，全寺院的人都闻到非常奇异的香味和田园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关丁大士的传记，也就是说唐朝关丁大士是浙江临海藏安人，他才出生三个月就能成佛法僧三宝的名字，到了七岁入摄津社出家，到了陈朝志的初年，到秀禅寺拜谒智者大士宾首灌法，研习时间一长就顿然明白，顿时呢得到智者大士的荫课，因而呢做了智者大士的侍者。他不能听智者大师说什么话都能正式临界。到了隋朝开皇年间，智者大师圆寂了。关丁大师呢宣扬智者大师的义教，勤修定慧，每当他大坐诵经的时候呢，常常呢有天化飘到他的身上。曾经在摄津寺讲涅槃经，当时呢突然来了一群盗匪，见寺院门口旌旗折毙了太阳，很多圣兵斗士呢依仗多告，这群盗匪吓得惊慌逃窜的。那么到了贞观六年八月七号，张安大师在国清寺圆寂。最初先前有病，物质力呢有不痛的意象，临终的时候呢吩咐弟子说可以多烧点香，我要去了。忽然站起来合掌，好像又说恭敬，口中呢善称阿弥陀佛，当时呢声色很愉悦，然后呢就卧坐圆寂了，当时呢是72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僧藏的传记，也就是说唐朝僧藏是西河任幼年的时候就已经出家了，能自出备下去服务别人，对一切都很恭敬，做事呢不辞劳苦，见其他僧人衣服破旧了就安安的拿去洗干净封好，天热的时候呢脱掉自己伤身的衣服坐在草上面，以自己身体的血肉啊施舍问从，而且每天念佛不计其数，自己呢有缺失的一种志向，潜心修持敬业，从不废弃的。那么到了他夜宝进士兼到诸天此地来应接，他都不去，不久告诉人说我刚才去了西方净土，见到诸上善人在空中散化，这样呢就合掌念佛作画了。这就是唐朝僧藏的传记。那么今天这一章我们又讲了净土僧宣当中20位高僧的传记，大多数都是呢出家人，并且就是精通三藏法的法师，那么我们就要把他们当作榜样，而且呢我们随喜他们学习佛法，为了自他二力只有自在的往生西方净土的一切的功德，一切所做的福报都要随喜，不管是专修净土的道友还是兼修净土的道友，为了承办自他二力，为了真正获得深者立终圣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念佛。下面大家共同发愿做回响。
化为父母，花开见佛无声，不退菩萨为伴侣。人生西方极土中，就凭莲花为